这个手捧花代表着一份幸福，一份快乐，它将通过我们新娘的手来传递给下一位幸福和幸运的朋友。来吧，邀请各位驻足在我们的台下，分享这份幸福和快乐。邀请大家，有请。好了，映入我眼前的好像都是帅哥，对吗？有美女吗？来，加加油，快，各位。来，站在舞台上，各位，舞台上请。往前站一下，来，各位，好，再往前站一站，好，来吧，有请新娘向前一步走，慢慢的转身，多请新娘的腰，这样，下面的朋友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是不是？那位好兄弟离得好远呢，来吧，往前站一站啊，听我口令，新郎新娘做好准备，一。新郎新娘回到原位，来，好兄弟，来舞台上请，来到舞台上，好了，各位辛苦了，谢谢各位，请你们回到原位，谢谢，来站在这里，来，没错。